大家早上好，今天下着小雨啊，这场雨是久违的旱雨，来得很及时啊。你看山上面的树都枯死了。今天我们来这个美丽的山村，看一下有没有后收啊。那前面这里有很多老房子啊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小路，这里那个小路很小啊，我们能不能走上去啊？这都是小路啊，比较不好走，哎，只能步行。老人家说这上面有些房老房子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走，这老房子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问一下，欢迎大家。有个房子开了门啊，有没有人在家？有人在家没有啊？老板。没出去打牌啊？啊？没出去打牌啊？我们啊，我们就是这个附近的嘞。我们人家不认识，没事，不认识我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家里有老物件收没有。老物件，好，摸个摸个，算你自己钱吗？看我出的钱不？钱了，好像是价钱是谈好的嘛。反正有东西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东西啊。反正在家没事可以聊聊天嘛，这个地方玩得很好啊，是南极的，对的。是哪里可以进来？我们过来玩一下，坐一下。这个老男的很紧啊，南极的。南极太多了。南极是很脏啊。把它拿一下，好像鸡跑过来了。鸡屎。鸡屎非常忙啊，吃好吃，就是鸡屎太多啊。哎，老马。嗯。有个那么多好东西，你拿去看看啦、啊。啊，你去看看啦、啊。老九的这都治病，可治病治病你那不又不用了？治病可以说，治病铜钱银元，还有这个瓷器，可以啊。那天遇见你，相思填满心底，你说爱我永不变，如今已成往昔。啊，今天还出太阳了啊。刚刚下个小雨，一切为何抛弃我，可以曾经深爱过，你却忘记承诺，为你眼泪哭干过，你却陪别人再欢乐，只能心里祝福你，愿你幸福快乐，对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却为何抛弃我。把这什么东西呢？老人家，要遵纪守法，你曾经深爱过，你却忘记承诺，为你眼泪哭干过，你却陪别人再欢。啊，有个纸币啊，这纸币，哦，这是个外国币啊。一万元，这是个外国币，这是哪个国家的？看一下啊，这种是这个旗帜是什么国家的？这是个小国家的，我都不认识。这种币的话，我们是外币，不是我们中国的，但是我们外币的话也还是不熟，因为品相也不好，要是品相好的话也可以熟。没有其他好东西啦，我有一套。哎，你上面有个小萝卜，上面那个是个小萝卜，那个很啊，老你看一下，那是个小萝卜，你拿过来看一下。嗯，小萝卜卖不卖啊？这个你卖不卖这个？哦，这个听起来挺精致的啊，这是一个福字的这个。不买的？这个不卖的。啊、嗯，这个你放在家里面，也就是装插销，你用个那个罐头盒子也可以，一样的可以插销，这个卖给我也可以吗？说的多少钱？然后这个东西你知道，这个石头做的，石头做的也不是铜做的，材质呢也是青花石的这种材质。我们买的话，一个500块钱怎么样？500块钱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啊。嗯。还多取点的嘛？多取点，这个取的，我看你是老人家，我出的价钱也不低的。
因为这个品相还可以，价钱的话我觉得也不低的，因为这些价钱是一般人吃不了这么贵啊。这样呢，我给你550块钱，好不好？500块钱不了，有600。出货我可以了，600，你硬是600是吧？你硬是要600啊？600就600吧，我就今天出门开个张啊，因为看到这个东西喜欢，主要是品相好，哎，这个插满了灰尘。600块钱我就今天开个张也给你了，你家带走了，人家在家里面也不容易。怎样啊？今天我们出来也找了几个地方，没收到什么好东西。今天看到这个东西的600就600，600块钱我就给你带走了啊。啊。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00块钱啊！老板，发财啊！我东西就给你买走了。还有收到东西没有啦？你说的现在没有没有？没有是吧？来，我们拿走了这个东西就收我们。啊。老板，发财啊！好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慢走啊。嗯，好好。今天我们给他一个小销楼啊，就是一个福字销楼。下面的那个是第二，都是手工造的啊，有这是也是清代左右啊。烧仓这个东西，今天我们也是小路啊，600块钱拿下来了。今天还是有小有收获啊。喜欢的大家给个关注啊，加收藏啊，谢谢大家。